看一下美少女谈。造型也来了，最那个最稳，他是最稳的，拍子最稳的。Thank you.
再看一下他那个walking。顺了，好，好，再补充一下，你们可能没听到的。现在这个，我刚来的时候啊，就上课以前，我看到那个中国大陆呢，把飞机啊，把那个汽车飞到天上去，好厉害。那个叫做大陆那个叫鹏天还是什么东西？在那个杜班那个展示出来的，那已经开始有人订购了。他们的土豪啊，那个什么中东那边的买了，大家都订了抢购就对了。他们是从2013年研究，现在出就是正式发表这样的，预计2024年呢、啊、量产，那很厉害。那以后呢？预计啊，开始的时候大概90%啊，在陆地在走，到后来的话大概90%，本来是90%在陆地嘛，然后以后就慢慢演变成90%在天上飞的就对了，那10%在陆地，那这个大概预计大概2024年就开始量产，就是很厉害啊。这个消息你们可以到那个 YouTube 上面看，好像是中国大陆的叫做快看资讯那影片。Thank you.
我想起来这个，像这个版本啊，我看全世界也只有我们在弹了，你看不到的。我那个什么雪瑞的，用这个 walking 这种版本啊，在弹，我看不到，目前我看不到。那华尔兹也是这种版本，也是看不到的，就跟好比有点像那个飞机一样的，中国大陆那个飞机，飞机是很多人在那个大厂都有，什么 Porsche 啊，这个 Volkswagen 他们都有，日本也有，只不过中国大陆最早研发出来的，最早。看一下绍兴的来，大家那个注意一下，那个其实就是整个曲子啊，这个应该是 A B 的，就是
等你们现在练熟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想要像美少女这样子，把它一个变成是正式的版本这样子。好，看完那个他的。同学可以把那个美少女啊，美少女这个把它调出来。他这个次序是就要像他这样子 ，A 段。就是 AABA 这样比较感觉完整的。